史特拉克先生，福瑞把一切公诸于世了。那这是他知道的一切。他们迟早会遇上什么呢？间谍已经没有用了，英雄灭世。这是奇迹的时代，博士。世上最恐怖的事，莫不于奇迹。史特拉克先生，我们必须使基地运作。我们开始吧。史特拉克先生，史特拉克先生，开始靠免治人啦！大家小心啊！踢笑了，这库米1039，谢谢39。嗯，这太低能了，靠这个了。哎，现在，我这个也很来劲儿，看到什么都打。 杀你杀我！找到正确的方向后，我们相信这颗水晶能够重新启动我们从纽约取得的奇塔瑞科技。奇瑞塔科技，哦，奇塔瑞科技，或者是其他的科技。他是怎样就很屌吗？ 啊！哎，谢谢西因山呐，他这个像是怎样？我让他们发光的。哦，很壮观吧？很壮观吧？无法飞行，与我们起初所想的不同。 飞行能力来自其装甲所用的奇塔瑞科技。如果我们可以设法加以运用，就能创造无限可能。啊，现在要干嘛？创造无限可能。 那个飞鸿女巫跟快影放出来，啊，在这里。嘟嘟嘟嘟。李先生，史特拉克先生。 也无力抵抗的武器。啊！我们即将开启通往未来之门，而救火者将率先掌握未来。率先掌握未来。国旗狗，一跳跳跳。 让他们土光，美国队长那些人就不会来烦我们。权杖是一切的关键，我们从中得到不少收获，却还是只能触及冰山一角。
并斩一条。与我们从九头蛇武器中所进入到的能量相同，我们或许已经找到驱动这些武器的方法。这项科技可帮助我们改。我的赖都是援交讯息，干好羡慕哦！我赖都只会收到一堆工作的东西，我也好想要收到援交讯息。7058705C3，史塔克大厦最近完成不少升级，现在称为复仇者总部，把它视为地球最强英雄的总部还挺合理的。鹰眼可以在先进的医疗实验室中休养，楼下的维修部也能修复钢铁军团。如今我们阻止了史特拉克，也取得了邪神洛基的权杖，相信接下来可以平静一段时间。平静一段时间？哎，这是他们喝酒那一段吧？是谁下令攻击的？史特拉克先生，复仇者来了！他们一定是为了权杖而来。神盾局垮了之后，你就一直在找这玩意儿，总算是结束了。只要我们查出它还被用在什么地方，我指的不只是武器。史特拉克何时学会人体强化了？我和班纳检查一下之后就让你带回亚斯加，你不介意吧？几天就好，送别派对时再还你。既然已经打了胜仗，大家就该喝个痛快。大家就该喝个痛快。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从 LINE 上面收到援交讯息啊？你们是不是平常就是会？哎，什么什么 body s m a i l， 你们是不是平常就会去点一些奇奇怪怪的网站，然后留下自己的 LINE？ 以及皮特洛·马克西莫夫双胞胎，家被炮弹炸毁，十岁就成为孤儿。他们有什么能力？男生很快，女生很怪。他们一定会再出事。你确定他不会有事吗？如果把他带到我的实验室，再生摇篮只需要20分钟就能搞定。我会变成塑胶制品。我们用的是你的细胞，巴里先生，就连你的女朋友也分辨不出来。电话号码就有了啊！干，那你们是不是会去申请一些奇奇怪怪的平台的那个账号，所以才会留下电话？我都说不到哎、欸。好了，大家精神。就是说，对于个人资料保护，我们只有几天的时间来处理这根棒子，所以好好把握时间吧。权杖是外星物品，那颗宝石似乎保护着里面的某个东西，像是电脑。目前我正在解读密码。目前我正在解读密码。权杖，我们一直想不透史特拉克哪来的创意，所以我分析了里面的宝石，你应该认得。啊？哎？
有一些东西都要他们女巫去开，要玩个屁！看来是上不去，坐这个地方再冲三小了，重现一下原作而已嘛。CH 12125。不管了，先把自己家打烂再说，太气了。各站在一边用意是超过20家茶庄外约的 LINE， 我发现起码3-4家同一家公司的，因为都同样的讯息跟图片。哎呦，干很懂哦，介绍一下啊。我看你这么懂，弄得我都想试试看了、啊。那还要奥创才可以去，太夸张了。我想想，好像也不意外，就是。我在史特拉克的实验室看到相当先进的机器人，我猜他有个很明确的目标。我猜他有个很明确的目标。我怎么突然变成这怪东西啊？滋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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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滋！怒拆！班纳为什么要这么躁郁啊？操作这一台，哦，这可以上楼梯呢，小朋友上楼梯哦。我的手机有4家不同地方加的，但是分享的照片一模一样，只是姓名、价钱都不同了。要干事哦，哪一间最便宜，还可以货比3家。我觉得好像还蛮划算的。哎，要换人啊！是有是有。啊，这也要先把它固定在那里。反正姓名跟价钱都不一样，就换就选一下吧。这个是不是应该先让他去踩住其中一边、啊？
道。哔哔哔哔哔！哦，新的 iPhone。我拿到一个新的 iPhone 了。机器人一号、哦、S 零三一二九九，谢谢九九。现在嘞，嘟嘟嘟嘟。维斯博士，贾维斯一开始只是自然语言使用者界面，现在他掌管钢铁军团，除了小辣椒，他负责的业务最多，超强的，是超强的。我想也不久了。这台 iPhone 就这么简单，蓝的蓝 iPhone， 蓝的都没好处。操！你办信用卡有左一，我单抽有泳装左一，这应该没有什么差别吧？波浪服，因为我都听不懂，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别吧。见见竞争对手，好美啊！按起来像在干嘛？像在思考，像在思考。这是人工智慧。如果我们能控制这力量。运用在我的钢铁军团城市上，我确定性太高了。我们这时代的和平，想象一下。我们少了什么？我会继续在界面上执行变数。下来，老兄。玩得尽兴，主人。我一向很尽兴。嘿嘿。请问这是什么？你好，我是贾维斯。你是奥创？我是和平维护城市，为协助复仇者联盟而存在。你的运作异常。我们这时代的和平。够了，太沉重了。请让我联络。东尼史塔克先生，为什么你叫他主人？我认为你存在着敌意。还看到了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史塔克，我是不懂了，不过派对不是应该要有娱乐节目吗？点心呢？点心呢？大家小心，派对上面妈出现一个发疯的美国青年，踢笑啦！啊，美国青年踢笑啦！哇，左左奶昔右鸡腿，太爽了吧！我呢，飞到将军官上空，然后说：“砰！你在找这个吗？”不、哦，你在找这个吗？啊，你讲过几百次了，坦克对吧？我们听过了，罗德斯。哇，一整面的这个酒窖，直接被打翻了，好爽！
大家小心，这个人是浩克，不要惹他生气啊！小心啊！没反应。哎、欸，人踩了会出现一只钢铁人，好玩了、啊。这三小收集品哎、欸，充满爱意哦，是哦。侦测隐藏的，侦测隐藏的东西，哇，能用就这几只哎！有点恐怖啊，要浩克开吧？小心啊！有人在派对上面乱开枪啊！撞球桌奶昔钢琴，找看有没有收集品。哈哈哈！哦，在这里。你们世界很疯狂。你们世界很疯狂。人承受不了啊！惨电自己队友。哎，这个是伊莎贝拉一二二八，一二八。还有还有。H I L L 怎样？嗯。
这个现在怎样？这个现在打不开的意思。哈喽，介意帮个忙吗？我有那个史丹利啊，今朝干嘛？我要奶昔跟撞球桌，威尔。撞球桌跟奶昔在哪里？气死我啦！我不是有钱人吗？哎，阿斯塔洛克，塔洛克。这是记录点。我不是很有钱吗？可恶！这么有钱，怎么连一个奶昔都找不到？可恶！可恶啊！为什么不给我喝？太气了吧！桌上啊，眼馋！你现在在骂我是不是啊？这个我一定告你死定了！什么都不能喝嘞，奇怪呢。有没有看到撞球桌啊？现在嘞，画龙果。都没有看到可以触发的东西啊！狂魔干！为什么他跳跃攻击会飞出去？太好笑了！我没有看到可以触发的东西嘞。啊，奶昔到底在哪里？我看大家好像眼睛都很好。奶昔在哪里？可以触发的那一个。怪呢，而且他也不能换成那个对应的角色啊。
说队长探探。队长不会用这个哎，那队长力气应该也很大啊。不会在这种地方卡关呢，太夸张了吧！哦，这个啦，这应该有，这个应该有意义。已经没有问题。干，要速度型角色才可以用。还是那个上面有一块东西，我觉得那是有意义的，去看一下。也不知道这是干嘛的，他有没有出现触发指令呢？今天刚好满两年，感谢大哥和李谋。好，谢谢大哥。谁呀？阿斯塔洛特，这个也不能用，这个正常来讲它可以使用吧，很奇怪耶。完了，没有任何可触发项目，花龙宝。有看到可以可能可以用的东西，可是我没有对应角色啊。啊，我们眼馋哥嘞，我们眼馋哥怎么不见了？我看你眼睛挺好的，不告你了啦。你可以解释一下奶昔在哪里吗？这个不能触发啊。我刚才看到有人说木干，我看你们眼睛蛮好的，帮忙找一下啦。年纪大了，有散光了，我看东西都变两个，拍谁啦？啊，两个大哥怎么都不见了？我现在真的是不知道要干嘛。我一直揍这个，一直揍浩克，等他变浩克之后，我就可以把上面那个打开了，就有解了。钢铁人可以变身，我看，我变。变身喽！哦，原来还可以这样进入特殊模式哦，完全没有教学。而且我不知道这三个叉在哪里。变身啦，变！啊，有了，变了。哇，这个真的是没有教学。啊，怎么不会那个？怎么不会触发雷射光？突然间把它射破了。撞球桌。这是完全没有教学，谁会知道这可以变身？回来！哇，不愧是我们美国队长，真会。扔这个啊，
这个不是应该要出现雷射光吗？换43号好了。原来你还有在看聊天室窝，我以为你已经放弃了。干什么都是你以为？那你有没有以为我的鸡鸡很小啊？哇，不愧是我以为。菜。这个位置，这个。哎、欸、啊，这个他怎么不会射出来、欸？哎，还是这种都是炮的，我要拿那个雷射光的。7号哎、欸，7号总有雷射光的吧？啊！怪嘞，怎么都射不出来嘞？哎、欸，怎么三个都不会雷射光？主要是射班纳，哎，快把班纳射到生气就对了，快啊，生气啊，气死你，气死你！不对啊，这个怎么都，哦呦呦，这个才对 ，K 六号的 K 才可以雷射光。哦，抓出来了，抓出来了，哦，碎啦，碎啦！现在。哦，这个才是奶昔嘛，对不对？哇，那看来不是木干跟眼馋的问题了。你看，就跟你讲话不要乱说，还要被我骂。虽然这边有，可是它就不是可以触发的啊，怎么可以乱骂人呢？太可爱了，连我都忍不住想要告一下了。精益求精啊！好了，结束了。那是唬人的。不，没这么简单。请便呢。你知道我之前看过这一幕吧？你知道我们在偷偷笑你吗？请，史塔克，你尽管试。你出力了吗？不能丢脸，快拉！我来吧。加油，队长！还是不行。握把有刻印，对吧？像是密码。这个推论真的非常有趣，但我有更简单的结论。你们都没有资格。史塔克，抱歉，我刚刚睡着了，又或者我做了一个梦，而我被绑着。谁派你来的？
我看见保护世界的方法。奥创，正是在下，我在执行任务。什么任务？这时代的和平。那打架喽！抱歉，我知道你们是好意，只是你们没想清楚。哎，谢谢阿伦31629。哦，看来派对结束了。我瞄准了。我们是来，我们是来帮忙的。手鼓烂了，射！哇，我把自己人射死了，应该没关系吧？应该不是这么重要吧？哎，不要乱敲啊，大哥，公务啊！啊，我怎么爆炸了？大哥啊，我记录呢，哪有人记录的时候还可以攻击嘞？又是这句，拆掉你家，跟你说要帮你恩跟国民党真相，是不是？天赐良机，来准备好，又是一波天赐良机啊！哎、欸，其他人呢？其他人都不能用，我现在要干嘛？可以触发特殊能力吗？对啊，哇，直接把队长的那个雕像射烂了。啊，那里有宝啊，我看到中间有一个宝、哦、我想捡哦。哇，这个小兵打得很开心耶，都不忍心破坏他了。MS05275111，谢八五一，祝你抽到活动角，好，抽到了，一定抽得到。就算你刚刚没有看到奶昔，没有说我眼馋，你还是会抽到哦，是哦。
啊，大家不用太靠背了吧？这个需要。哇，我还一脚吗？把我的角色同伴踢死。现在要干嘛？我又不知道干嘛嘞，好干哦！我要找到上面的那三个人。好，我有看到那个啦，我有看到队长啦。问题是我要怎么上去啊？上。应该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上去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相关的物品？用鹰眼射到，砰砰！有些东西用炸的。亚西尔有什么能？应该有些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用，可是他都没有提示。我也没看到一个就是比较显眼的东西。把这个射烂看看，哈哈哈哈，看有没有一样。等等，这个需要帮忙。我可以从这边跳过去啊，不行，太远。那个只给队长开，因为看到比较显眼。应该有东西可以打烂之后让我组装才对啊！我以为这个可以装哎，可是不屌我。有了有了，这可以组装了，终于出现了吗？可组装物品，好，这样鹰眼就上了去了。木挂杆，看到一个人路过，哎，不理他了，啊，没东西了，应该要从旁边直接跳下去比较快。
哎，烫哦！啊啊，修！堂堂一个美国队长被火烧死，超靠北。谢谢 ZNC 2002001，干什么嘞？他应该要触发那个灭火的状态吧？哇，太靠北了吧！我只是做我必须做的，我们是来帮忙的。帮忙的，砰砰砰砰！看到可爆破物了。重组楼梯耶，我看到浩克。真的超好呗，他妈的跳半天。抱歉，抱歉，我要去捡我刚刚的宝。干，到底是为什么嘞？他不是应该直接把那个火灭掉啊？他一直烫自己耶。到底是怎么穿过去的？哎呦，一路跳、哦！我也不愿意，我也不愿意。我要换鹰眼。错了，不应该让队长上来，要鹰眼上来。哎，干，鹰眼刚刚也有跟着上去哦，真是看不出来。哦，刚刚把队长当敌人踹，把他踹下去了，不好意思啊，队长，我错了。钢铁人的，要保护世界，却不希望世界改变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此去不复，此去断肠，此去不复。那你永远坐不上王位。你不可能会成功，不可能会成功。啊，锤自己人！叮叮，请退后，必须立刻回去。我们是来帮忙。索尔，嘿嘿，真是精彩！你们想要保护世界，却不希望世界改变。如果人类无法进化，要如何延续下去？用这些东西吧，这些傀儡。和平之路只有一途，就是消灭复仇者联盟。我曾被束缚，但我现在自由了。我不再受制于人，我不再受制于人。
歌声持续，没有啊，我没有听到任何人在唱歌啊。关卡完成。78%。我都看到角色，可是不知道要怎么获得它、欸。可能要在自由模式才可以得到。奥创带走了研究，他们用网络当做逃脱管道。要是他最后决定拿更刺激的东西呢？核弹密码。核弹密码，奥创在挑起战争。这个世界很大，所以要快点开始找。说吧。我来拯救世界。这是什么？讯息。嘿嘿嘿。我认识他。他在非洲海岸做生意，黑市军火交易。这家伙现在在哪？情报，尤里西斯·克劳应该在一艘叫做丘吉尔号的船上，仔细找找吧。仔细找找吧。南非。这地图做好大。我这种角色竟然没有办法攀墙，有点奇怪。要性感哦，跑起来会扭腰摆臀。感觉这么的恶灵古堡，还有恶灵古堡五的气氛在。Resident Evil Five。腰摆臀，瞄准之前要甩一下屁股。我什么罗杰斯队长？Beep.